你的不吃了，好吧？我叫做 AD 盖，是吧？感谢王管，王管哥叔叔。味道怎么样？反正我就不拿那个肉，哥们走一个，有谁在呀、啊？纯牛在吧？牛叔在不在？走一个。怎么喝没喝过这个？看什么味道？气儿死！我跟咩咩打了两碗这个回锅肉。你笑么逼哟！今天运动是不是？看，这也是猪啊！不吃啊？哎呀，疼！是吗？但我不知道那个怎么。你们羊特别多游戏。没有啊。你们都不吃，不要啊，他吃啊。不要，够了。要换。还有我的，还有我的。还算是来妈妈，我怎么一个变得好了呀？我做了一个窗户多了。程程不是，人家来跟他说去。当当当当 ，Cheers。吃饭呢？牛叔 ，Cheers。嗯。哎呀，形容自然没有味儿。我那么一年，我他妈无语。我就只知道汤还要钱儿，另外的话，我一个人做这么多菜呀。那边里面也打着底，妈什么逼嘞？你给坐着。我不吃，你要不要吃？我不回家。你的烤鱼会在这里面吃吗？你没有了，你已经拉出去了，你还有个说话。拉出去，你帮我看着啊，你们给我看着，等一下那狗在桌子上呢。没啥么？强哥，强哥，吃你这个饭，强哥，你真的是，你不能。吃啊，这个菜，吃啊，就蘸着吃，那肉。这个清蒸龙虾，我操！我这里全是藕，它上面。它没蛋啊？水果更硬。水果没上吗？水果等一下上吧。饭后水果，饭后水果，饭后水果嘛。不吃宵夜。吃毛宵夜？可以，没问题。只要你们提出来，我们都能满足。今天吃了笋子，吃了没有？听说今天中午就食用了笋子，吃了笋子了。啊，那是山竹。啊，山竹啊。所以说有人想吃哇，我也想吃山竹，山竹好好吃。都他妈被他们抢，没有，那我们是 VIP 是给你播的，一直喂他，他不吃饭了。兄弟们，今天我们不是说吃了几碗大菜，今天他是想吃什么就打什么菜，什么菜没有。对，他在浪费。别人都是一大桌，所以大家觉得看什么东西啊，肉啊鱼啊什么的，就是每个人自己喜欢的一大桌菜吃。就没有说我都没吃呢，别看我，我以为有鸡蛋。我靠，蚊子飞我碗里了。没事，不影响，不影响。飞蚊不伤心。别看我，我没吃的。你叫小阿姆。不是，这个不是。我都吃不饱。想吃什么就吃。奶的感觉真是。不够再一打。欢迎帅哥。特权就不够再一打。欢迎这个热厨。哎呀，好冷，怎么使不了？谢谢小薇，就是爽。你坐地上吃。我操！我要他妈要助理他妈要美昨天的话是不是？今天不是有歌就对了，那得有啊。有阿姨，这也是臭两手。真的爽，太爽了。对的，意思就是没。山竹可以让你心跟梗静。这谁不如啊？看爱睡觉的白日红。我感觉我吃大的了。从来没让他就给我就是。这几天全是小。不主动啊，今天都有饭吃，今天挺好。今天主要帅帅哥的话，给他们一人加了一个菜，还可以吃这么香。难怪说今天我操，五花肉都搞完了都，我操，你快吃啊！你怎么不吃啊？都有，你咋不吃啊？我马上吃，我马上吃。我的天，都是菜汤。我要把你们吃饱了，我才能吃。老三一个人疯狂爬坡挖饭，挖呀挖呀挖呀，在小小的碗里面挖呀挖呀挖呀，我操嘞！在小小的碗里。笑死！把原子菜嘞。你菜吃完了，你搞的什么菜？吃饭谁不开心啊？帅哥没不是一人一个火箭吗？啊，吃完了。说的吗？没有肉菜了，那加两个青菜可以。他自己的筷子在里面夹菜。你自己拿筷子在那里面夹菜，你怎么敢的呀你？啊？你就吃这个饭。那个我觉得你有点奇怪。啊。我是去搞晚饭。老爷子把我吓一跳，我在那里去找充电宝，我操！你去搞晚饭。我没改积分啊，有什么问题？我把我吓了。为啥？你去搞晚饭。因为我没改啊。滚！明天你有机会 PK 一下。我都吃不饱。PK 什么呀？我连个声卡都没有，我在这大白嗓子在这吼吼唱。你用我张奶奶偷的。我还有 AD 盖喝的。没有了，不算啊。你用我张奶奶偷的。来来来，就白菜，可以看。嗯。那你加了多少白菜？一点。我这边空了一半儿香。明明有好多菜，太不容易了。
痒死我了。喷那驱蚊水都没用。你是从哪儿？我那是奶茶，就是山东过来的，我还没播过。你们今天这个状态让我有点慌。慌啥呀？你这还慌，我还更慌，天天没饭吃。我天天尿裤子，播了三个月了。我天天尿裤子。哎呦，尿裤子啥意思？我们尿裤子，天天尿裤子，我都不慌。真尿。真尿。真假的。欢迎面哥，能不能把分上在晚上住那个念经房的时候上？酒店打不过。这吸管一口喝着超爽。啊，蚊子太多了。那个床好脏啊，那个鬼窝那个很，那个蚊子都会掉，你如果用个扳手，那蚊子全部掉。还是不能让牛姐当 VIP。而且那个蚊子从那只有贫民窟吃的香啊。昨天没吃饭，昨天心疼，就不知道怎么的，突然心疼，我天，那心疼的，心如刀绞，我天，就吃不下。有没有吃这个的？可能我夹久了，太久了。哎呀，我要我穿。啊？吃饱了。我哪不说高了？你吃了这么多弹幕，没看见弹幕啊？你是谁？要不肉兄弟。我操！我要啊！我去，我也是 VIP 啊！谁说不要的？我要啊！我都没吃饭呢。为什么不弄肉？那弄饭就一个串一个汤，我只能吃一个汤。我操，这爽啊！这个汤喝了五六碗。你们都可以吃啊，都可以吃。这什么肉啊？我现在吃不了，现在吃粉蒸肉。小白疯狂抢饭吃。你是不是外拿了？为啥不吃？粉蒸肉你吃不吃？什么呀？粉蒸肉我不能吃。你不能吃。他们不要批的蛋。你可以吃，我们不能吃。什么是 VIP？ 你大哥说，给大哥说，超级火箭就是 VIP。是我的吗？水牛昨天 VIP 不吃，今天吃了下。他说你没吃饭吗？昨天生病了，就把别人，能把别人弄呛着了怎么办？哇，还得打120呢。哈哈哈哈哈！呛死了。等吃完饭，真别再吃了，吃饭再讲。黄磊也是，当地好吃。黄磊也是。你好可爱，你是湖北哪里的？我操，能够跟这么多尊贵的 VIP 坐这一桌，我是莫大的荣幸了。你说我啥？好可爱，很开心啊，可爱，我可爱。快上那个水果去吧，搞完了之后。我可爱。他们还没吃完呢，我老面都已经吃完了，他要吃水果了。就喜欢你这样的性格，还没吃虾呢，对，不吃矫情。你居然不哦，他不，你不是喜欢吃真虾还是不喜欢吃虾？干两碗还要干啊？嗯，真虾好吃的，只要吃喜欢的。真虾会晕，不会的，真虾也好吃，你信我。不是，我是吃了真鱼。想怎么会不想？行，我开吃饭了，兄弟。你是不是爱上我了？盯着我看，你想看我哪个地方？不是，我觉得一个人怎么可能会这样啊？男生女生，那如果你遇到一个觉得很帅的男人，那你不是疯狂的爱上他了？我都忘记我都没吃饭，今天早上七点钟吃了一碗，吃了一碗炒粉，到现在。好吧。我说你咋盯着我看？没有，你不要担心，我这样。没事，我还没经历过。如果你不正常更好。我晚上可以睡你，我挺喜欢。我正常。不是偷了，正常吗？焦虑。我还差一分，哥哥们。嗯。牛叔。哪个女主播说你可爱？我要去看她是不是眼瞎。是我呀，他多好看、啊、他就是很可爱啊，本人就是很可爱。我跟你说，你说我很可爱，可怜没人爱，知道不？叫你本很可爱，但是你却没人爱，可爱可爱，可怜没人爱，是吧，哥们？感谢我吹神哥，不然他叫啥呀？他还没播。待播中，牛叔，你来这里提升门槛不可能的。
你现在就跟我离不了一点，他喜欢我，对吧？给你看看他，他说他喜欢我，他马上爱上我了。我你长就是你就是，真的也好看。嗯，不是好看，是你的性格，性格占一大部分吧。当时是他说，要么就做服务员，要么就是陪酒师，从来没有接小事的第一季。你身上有种原生态的感觉，是现在女孩没有的。没有，原生态，原生态。哪面子呗？我可没有，那女孩没有的。龙来吗？欢迎我龙哥，欢迎龙哥。没有圆的，没有的原生态，就是因为我没化妆吗？那你借我个背景吗？哪面子吧？我也不知道你化妆啥样。化妆肯定好看的，就是有气色啊，你画呀。真的，我进去了可惨了。你们比他好多了，他那演技很惨。真的，好难呀。去吧，哎呦我的，太对了，他也是熬了好久了，熬了多久？还是要熬，我差一分。就是我特别能吃，是吧？还行吧，刷辣椒辣椒。就是觉得我很爷们儿。真牛逼，天天过不去。有点像男汉。昨天晚上熬夜熬到四点钟。还是女的，是差三分啊！打拼的永远都到了。然后今天第一分啊，就是考过了。你们中午薪资多少钱？他脚臭。两分都买了。什么呀，牛叔？你说啥呢？我脚臭。你们目前的流量的话，只能达到一万。能超过。游戏两积分就可以兑奶吗？对的。那我去拿奶了。你有两积分吗？有啊，可以。上分一分，弄水一分。可以。哎呦，谢谢新上哥的，直接带到新上哥。对，直接带到过年。今天百元榜都没凑齐，咱俩就要出一份。那我昨天有手机。第一季老妹子也很幸福啊，嘎嘎的天使，那个就四个百元榜，妈呀！那就那一晚上住了个酒店，再没有去过。日榜百元，那是我唯一一晚上去过酒店。美女啥时候开播啊？我考虑移情别恋呢。让我搁这拉票拉半天，我操！他说：“估计你开播了，估计就是那个啥么了，你懂的。”我唱歌答对了，就加了一分。以后就是同事了。兄弟们刷一下，刷一下。我吃完了。对，又是油啊！游戏的，我游戏的有六积分，欢迎喜茶。是游戏六积分，我也可以。六积分你可以使用啊。这个积分用来买饮料是最好的，不要用来买菜，好吗？因为两积分就可以买一瓶饮料喝，千万不要有拿那个积分去兑换菜，它是一比一的，也是一样的，所以划不来。拿积分换菜换饮料是最好的。所以说每天的游戏是很爽的，你要玩游戏得的积分很尊贵的。带上我，小姐姐真好看。吹牛啊，你的老司机，带上我。我就调整了一下。他要把那个和平 AD 盖的，真的太好了。我立起来端你头上，然后你好像倒了一下，然后我开始往前倾。你还在读书吗？我毕业了。你不说。这是下午玩游戏的两分，两分。看到了呀。看到弹幕。花，啥花呀？就是这个。游戏积分的确实很好，游戏积分的话确实因为通过游戏获得积分，然后自己买饮料。那我们有没有游戏版能记我们所有的积分呀？我们明天买点那种跟学校一样的，买点那个积分的那个积分的东西啊，给你们一人发，你们自己保存。吹牛下，吹牛下，搞上直播间让你，他们要看你。跟学校一样，你可以试试。跟我儿子，我要给你读书的话，我借一个小红心。拿回来，我的爸爸又多几个了，多几个。拿那个东西就可以换东西。啥意思？啥意思？没事，他说我。15,000，那应该太香了，我靠。他会唱歌，会跳舞，啥都会。零元购。那我再上一次他们这种来。我举报有人零元购。来抢我。给你。牛姐，小姐姐，考虑主播名字取消。哎呀妈！啊，别打了，给我看一下。完蛋。刚装了点饭。啊。刚装了点饭。装点饭吗？他问你哪里人。装的什么呀？是装的饭。看呀。不告诉他。这是我长得应该不像我们老家人。我是尊贵的 VIP， 我还过去看的。不像山东吗？那个妹子也是山东。都说我像南方。那个也是山东的。谁打的？你是。怎么了？这个。你打哪的？他是山东的。你山东哪里的？武川。那饭米饭变龙虾。啊！居然吃咱龙虾，米饭里面变的，我刚刚饭里面掏出来的，紫红的。
谁给的？煮饭里面藏进去的。谁给的？没有人给啊，主播赏的。是不是你给的？主播赏的。我没给啊。是不是？看着我的冰箱，你心虚了。外面有监控的，三百六十。我知道，是我给的。我饭里挖出来的。怎么？是不是你给的？你看，他问你山东哪里人？有监控。老家是菏泽。他说他户口是，他说他莱芜的老乡。莱芜是哪里？莱芜山东的，山东的。放下。他说你是老乡。我没有钱。没有了。我还有钱。来，我就烧去。怎么这样？我没吃完。你要怪就怪美美。故意纵着吃。美美真不是人呐！把人家饭都搞没了。你真害他。搞人家饭都没吃，好了吧？要怪是怪你的。户口是在山东，出生长大是在别的地方。让你送龙虾，大哥在害你，大哥送龙虾。大哥带你吃屎吃吧。对，太对了，太对了。不吃。抓到我。没抓到现场，你们都谁都没抓到我。刚刚谁告的密？都没抓到我。没吃过虾子吗？真巧，我也是老乡，曹县，曹县的。关我的事情，没抓到我，完了，完了，破防了，怎么办，面哥？哎呀，好有名的地方啊，有名吗？那里还行吧，有什么有名的？没事，什么比较有名啊？牡丹花吧，牡丹花。来了个屁！坏了，完了，哭了。自白多了不少了，兄弟们也牛逼，小总节目搞了这么多，没有没有，还好还好，再努力再努力，没事，再努力再努力。你看我都怼怼那个叫妹妹了，你看我刚刚说，我都说她了，你看，没事，好玩，因为我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好玩，没事。你看我说美美也是故意说她的，真没人知道。主要是龙哥这是对的，龙哥，在我最艰难的时候，龙哥等我忙完了之后，回来慢慢升牌子，撤了。龙哥啥时候忙完了？龙哥，那里出产日本90%的关，水果呢？水果马上上了，水果，日本90%的关，马上上。快吃吧，快点，这一会儿都能高兴一下。还有，我还有三七分给你吃的，你要吃啥？吃吧，晚上饿。哎，他怎么知道的？他怎么知道我玩剪刀石头布很厉害？为什么？你搞的事业做的，龙哥的话也忙事情的在。啊，对，搞了点实体店，操心的事情多，可以的，龙哥，先忙事情，龙哥。最近的话，兄弟我还好。百春姐她自己。我说了，如果有、那个、没有，我是帮他呢。有重要事情的话，跟龙哥发信息。你好烧啊，哪里烧了？这段时间兄弟我反正每天晚上努力一下，播一播，白天努力一下，差不多挺好，还行，龙哥，摸你不大。我没有，我嘲讽是。今天的话，那个今天的话，我也没嘲讽他，我也没嘲讽王。吹神哥的话也是实力。你的那个号叫啥？我搜一下你。水牛户外，你看斗鱼多久了？认识他之后刚看没多久。哦。没有。非常好吃，真没事，非常可以的。你吃。太香了。就像那老三的今天吃的，不是那一天放那个鸡腿的音乐放起来，让他声音干扰了。啊，都是洗干净的。就是说偷偷摸摸不能吃，能不能光明正大吃啊？不能吃，赏一个也不行啊。我的天，祝龙哥生意兴隆，祝龙哥生意兴隆。还有车厘子吃，我的天哪，祝龙哥生意兴隆。哎，车厘子吃的，我就是在看。今天吃车厘子啊？是我买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是我买的好不好？是你买的吗？对啊，我以为是我们买的。我也想吃。那是珊珊姑买的。
再来就买了，我们可以吃。那个帅哥要被。哪个？这帅哥买的吗？我卡了。我操！你这鸡鸡的，我操！鞋盖没拿呀，多一个。这没办法，这帅哥给买的，帅哥是从哪买的？帅哥买的。冰箱三个，好甜呀！你看那冰箱里面的。是他妈的，他要吃车厘子，你们不买，我让棒子他妈从那边买过来的，好不好？我操，瞬间没了。我操！快点，我做完了被搞走了。好吗？知道了吗？我有说什么没有啊？我也没有针对他，但是我拿的很开心啊，我没有说什么。欢迎我陈哥，欢迎我陈哥。我就是玩不起，怎么地？我有怪他吗？有些黑粉你别理他。不是，他给我拿的时候我已经很开心了，你为什么会说我玩不起呢？我只是觉得很难过，我的肉全没了。主线还在卡，还卡吗？陈哥还卡吗？应该不卡吧，陈哥应该不卡，不卡。他那种说那个的话把他禁言，应该不卡，应该不卡。哪禁言？哪禁言呢？王子主线应该不卡，陈哥不卡。我坏了，我双击啊，双击啊！坏了，你们别吃了 ，VIP。这时间怎么可能会坏了？你是什么东西啊？VIP 居然的水果，我们好久没有吃水果了。榴莲呢？榴莲切的，切的弄不动。切是吗？这么有关联的意思，我这个葡萄特别好，首先没有一点。哇，那我们 VIP 有水果，有葡萄，有。但他们都觉得好像是我在怪你，根本就没有。不知道你这样帮我做，我不知道我多开心。大家都这么留，当然是当然，这么有留言。不会叫出来，还有没有别的问题？我都没有说什么大哥，他满屏的大哥说取消我的 VIP， 我说没事，我接大哥单取消，那没办法，是不是？我还说了吧，没事，拿别人打回平民去，那我没办法。来，我说不是的，你他妈满屏。对呀，你看你昨天那不反应的一个不够吗？困了，我是今天刚来武汉，我是今天刚到武汉，下了飞机就过来了，困了。对不对？真他妈丰盛，你看皮公道啊，太厉害了！为什么这么丰盛？这把人吃麻呀，这个太辛苦了。像我们在岛上不也挺好？是过分，是太过分我了。吃大的，不行了，没画面，估计不能双开啊。哎，美美呢？美美是 VIP， 快来，美美，快去吃。好的。还有什么？我没有播过，我没有做过主播，我没播过。好好吃啊！太闷了。我操，那怎么这么大？今天有点大的一批。妈，一人吃两三坨，老妹。一坨，年前跟你说，我刚搬家呢。三坨，这一坨。装什么逼眼睛？你在外面吃，你想吃？吃八坨，你笑什么？对，就是要吃，怎么了？人家 VIP 牛逼，谢谢我空格白空白格大哥的飞机。吃的话，吃的还可以再一人吃一块。继续吃，还有多得很，就吃，我们可以吃吗？吃饱为止。你们在想屁吃？那你吃了够吗？吃空气。我们只能看看。我们好久没吃水果了。那个因为那个葡萄特别好，首先我尝了。我就是这样吃。我吃的榴莲太熟了，就是好。我希望这边所有的人到时候都能成为 VIP， 那证明每一个妹妹都好起来了，说实话。对，能成为 VIP， 闲着免进。这没有人说伙食不好，对吧？不是，因为我们伙食很好，小碗菜可以。一坨一个超火，那是我见他们吃。火鸡火鸡，没事。我们能不能吃 VIP 剩下的？我记得。在哪里？对，VIP 剩下的，你连 VIP 这边的蚊香你都不准闻一下。剩下的都闻香，你香味的不准多闻一口，闻多了都要扣钱，不准闻，不准闻 VIP 这边的香味。什么东西啊？不准闻，不准闻。走开，不准闻，不准闻。闻
闻味儿。对的，闻都不是闻。不是你们留两盒呢，让我们。水牛咋这么嫩呢、啊？嫩吧。在那里，在那边，在那边。你跟他们聊天、啊、没事的，互动。你要走这条路吗？干什么？先试一下也可以啊。生猴爷，我是打扰我们呼吸了，这么大一块，打扰我们呼吸。纯牛也行，可以。你帮我拿一块。干什么？老婆子，房间别的椅子都坐了，你干什么？怎么个事？干什么？影响我们呼吸了，赶紧走。我尝一下。先充气的是。我没吃过榴莲。这是什么？我没吃过。你干什么？我也没吃过。我也没吃过榴莲。榴莲，不吃那个。让我尝一口。你不吃榴莲，吃那个。不是 ，baby 不是贴身助理吗？他为什么没坐在你身边啊 ？baby 的话没有贴身助理，现在考察期的，我吃吧。所以说先给他奖励一下，考察期。山东有卖的。你以为那么容易就能？老乡，你刚白了我一眼，你刚白了我。我们有水果园吗？什么贴身助理这呢？明天让我去打野点。看看你们这次吃榴莲，好吃的惯吗？还没有吃过，没吃过水果之王嘞。看来你们这帮女人小姐姐不敢做主播了。那不是两块的。后期可能会。吃你现在在哪儿？这我买三个，就是吃，我今天刚到位置，我吃饱了，老面子。下了飞机就给接过来，我没有，那你就吃这么大个一羊，你笑死了，没有上火。在老家，你管我？你在上海？我跟他在上海，我跟他在上海。关你屁事！你装什么逼呀？搁这？你关心了他吗？上火呀！上火上火，别人就喜欢上火。对，就吃。那个，对，先吃面。对，多吃点。我还有一口，我又给面面吃，我全部给面面吃，我全部给面面吃。对对，吃。对对，吃。他们吃榴莲，我吃鱼子。对，吃鱼翅它不香吗？就是，我们在座的说一下，心里不要有什么差距。这种的话怎么说呢？这边的文都是有大哥宠着的，证明人家 GDP 肯定不会弱。但凡这边为什么给你们为什么给你们搞 GDP 区别对待？你们要充人积分去搞钱，所以让你们成长，你懂我意思吧？不是区别对待，你们就会去拉票，你们就会收礼物。你们就会慢慢的壮大起来，成为 VIP 下一任的 VIP， 懂了没有？别说了，别说，再说懂不懂？哭了，我说的是真实的。我没记错吧？姐妹们，啊！拉斯，你觉得有用吗？我都麻了，拉斯。拉斯的话对我没有任何的那个。我去，我赚一分钱了，我黑心商家，我操嘞！还不是为了你们，是不是？对对，为了你们。为了你们能够吃鱼翅吃饱，但是大家的努力的话，也是直播间的水友们也是有目共睹的，非常不错啊，挺好的，慢慢慢慢的都可以成为 VIP 的啊，加油啊！明日的今天你们也许也是坐在这里，他们也要退了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明天我要把前浪摔死在沙滩上。对呀、啊，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祝你酒吧。对，真是我的，他们天天吃这东西吃不腻，这好吃吗？这东西。好吃啊！我操，我闻着都想吐，你们怎么吃的呀？很好吃的，你大口吃。我不吃。我刚才切的时候，我可不敢。真的好吃。把手拿上，把桌子卸了。小芬吃一个。我不吃。水果之王，你不吃？吃勾巴不吃。最有营养的水果。不想吃。要不你上车，要不我上车。滚！怎么跟 VIP 说话的？嗯。让我滚！还有，他说别拿个下巴。老袁子，你早哦不是珊珊，他赶紧滚呐！你早该滚了。太对了。你挺好，你挺好的，都那部剧恐惧镜头挺好的。我是喜欢臭美，我是在看我自己。臭美，对，我是喜欢臭美。那你大概就知道，就越看越好看，觉得是不是？是看哪里好看？好温柔啊你！开心开心，不容易不。还有榴莲。都是我们家最好的，吃不吃来，对着桌子使劲儿。还有那年，还有一个。还有在上面吃饭，吃饭好吃。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来晚了。也许吧。也许吧。我在墙应该那个。就这个东西不常吃，我他妈吃不惯。好不了一点，他妈一心还想吃点榴莲。就熟悉了就好。
拜拜，水都很慢的，我特别慢。吃不完的拍卖，拍卖不了一点，吃完留着晚上宵夜吃啊，就干。就是。拍卖不了一点。那宵夜他们能吃吗？宵夜吃啊，你们打包去酒店吃它不香吗？我去嘞，你对对手的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，知道吗？他们就是你们的对手，明天他们成为 VIP 他就嘲讽你，懂了没有？今天好不容易我们成为 VIP， 就是嘲讽他们，真丢人啊，怎么好意思的还打包，哎呦，外面的打包是传统是美德，你知道吗？你又不是只吃我剩下的吧？我也想吃我们剩下的吧？对，我想吃啊，快，你能赏我一口吗？你在想什么呀？你水晶，你好歹是百春一姐，真的有点志气啊！对呀，我操，咱别拿个自己拿个 VIP 自己去吃，不香吗？确实，掉面子，掉我百春的面子。说实话，我要是你的话，我就自己上来炒火。太对了！我们今天 VIP 啥也不吃，今天不是 VIP 啥都想吃，真的是啊！我昨天新盘子也没吃。他说的 VIP 的话，吃小狗饭。这不是你，我吃鱼翅都够了，我不要 VIP。我的脸如果再小点，我昨天没吃，今天能吃吗？你看都没人理你。你看他吃鱼翅吃饱了。我昨天 VIP 都没吃，今天能吃吗？我也想吃鱼翅，后面这个是肖哥的小助理。你叫啥呀？不是，这是他的。哎呀，天哪！水牛的直播间，这是妈的！我看着我，你叫啥？怎么叫户外水牛？我操！你叫啥呀？你不直播吗？没有，我还没有直播。嗯，这龙虾真香啊！你不了解？去，我昨天我一个都没吃，好腥啊，腥的，很腥味太重了，一边去。我永远记得他，刚开始来我直播间就正面上分打我，让我起来做惩罚，给我记他一辈子。这个妹妹是谁？我操，就这两个火鸡就过去了，可以呀，我们十几首吧，哥哥们，先把这个。我们十几首吧，我们也可以过，我们那么难求，是吧？我们有没有过一下五十一了？咱们有没有过个二？狗都不吃。哎，他乌鸦票打多少？这个文案怎么了？五千。五千直接住酒店，他刚刚那只这个小白刚才我不是啊，没关系，正常的。你看我离不离？超火进 VIP， 等大哥送嘛，老板超火就可以进。那有什么好兴奋的？欢漠北哥哥，漠北哥哥好，正常。情绪的，有时候情绪管控不了的时候，释放出来不一定是坏事，没关系的。发脾气是很正常的，不可能不发脾气的。多哭几次就好了。对的对的，哭就好了。是的，没关系的。哇，我之前来天天哭。你看我理不理你啊？你再发多大脾气的话，我都纹丝不动，你发现没有？嗯。因为为什么呢？我觉得这是正常的，没关系的，这属于正常的。人有七情六欲，也有喜怒哀乐，正常的。你哭了就代表正常的嘛？这不影响的呀，这正常的。我这很正常的。第一天来都纳斯了，他们我天天哭，哎，我晚上上播了，天天在床上哭，把床不都是哭湿了，为什么？我天，我叫陈瑞金，带水的，我的天天晚上哭，越想越哭，哭，为啥你又哭？嗯，不难受啊，想哭啊，难受啊，想哭啊，难受啊，想哭就哭。我想吃个那个葡萄，长呀，这葡萄好吃。我们睡得很晚吗？这真的很好吃，我今天睡得好累哦。演员的泪水啊，嘿。哇，这个做的食物真好，我看到你做就很想上来。哟，你会不会垮呀？我屁股上。等一下，我还没做好，来吧。哎呦，是的，他有病。演员的泪水是谁？我操，没注意老嫂今天穿什么呀？我看了。现在才看见。你看老嫂穿的我受不了。一天了你才看呢。还穿了 JK， 我去。必须的，要卷起来。有点东西啊，老嫂。要还有小领带。你又说。还有小领带，有没有扯一下的？这个妹妹是谁啊？这个妹妹是那个还没开播的，可能以后就同事了，有可能是。小嫂子。
我靠，老子脸红了，我操！左一句我操，右一句我操，我的天啊！小丽这节适应了，你看，小丽好像对那个鬼屋已经完全适应了。这两天好了，刚开始来的时候。这接受不了了。老山不对。那个、关于鬼屋那边的卫生问题，我进去所有的房间我都查。想进酷狗。左一是谁啊？左下一，昨天那个电脑房左下一是谁啊？是我吗？高兴的高吧。左下一是贝贝是吧？就进门左手边的下面那个，给贝贝加个爱心。我看了一下，所有的床铺就是贝贝叠的最整齐，当然右下一也叠的还可以，加不了。是啊，老扇子，好看吗？白白的，一个爱心。然后鬼屋的话，那边的话，我看了一下，不要。鬼屋的卫生有点垃圾。好爽啊！不是我说，是吧？很爽。但是背后有点，拿这个。鬼屋的二楼，别人想安静一下，一般般啊，没怎么叠。你想听歌吗？但是地上的卫生要需要打扫一下。相见。鬼屋的卫生，昨天谁？摇一下吗？不用摇，不用摇，后面有个杆。啊，你看，记住今天谁打鬼屋的？这个好，鲨鱼扇扇好啊。这个好舒服。先进。给它挪开。它后面有个杆，就荡，不太能荡起。我知道。来多久？谁唱的？谁唱的歌？个人至少没。我天！我怎么直播间这么纯？两个度。我现在到手机了，我就表扬你，我就给你加个爱心。我这边有光，那边没光。就是说，他说这边如果对着你就怀的，对着我一个人又会没关，然后就很多虫子飞进来，会对不对？懂意思吧？什么？嗯，答应我今天如果再去鬼屋的话，把它收拾干净好吗？没问题吧？没有没有。有时候的话，你不行动才是最真实。我愿意为你上丹山，下火海，这辈子不做人。我愿意。咋不放歌？近一点吧。这随时。对，不要刻意。不要刻意。咱聊一聊渡劫的事儿吧，我还差4300就渡劫了，哥哥们。50级了，大主播了。大主播了，还差5300就大主播了。我觉得给妹妹飞个3-5个飞机，她才这么厉害。我的3-5个飞机你还觉得少啊？我没有觉得少啊。我想搭理珊珊，她不愿意搭理我啊。我操，3-5个我觉得够了。找我来考虑来渡劫啊！找我来考虑渡劫。对嘛，那就一我来，我跟他说一下，等我一下。我哥哥说，我找珊珊，珊珊不搭理我。什么？哥哥说，他说我想理珊珊，珊珊不理我。谁呀？别问谁，哥哥说扣着弹幕。我怎么没看见弹幕呀？在我这扣的。我看不见，太远了。刚才是你举报美美偷龙上的吗？怎么可能？我都没说话，我哪知道是谁的呀？他自己说的呀，本人自己说吃龙虾的人说的。然后我就是，然后他哭了，哭了我就怼了美美几句。就开玩笑说了几句吧，我说美美不是人，我说美美，美美。妹妹，妹妹，我操！现在直接目前有吃的宇宙飞船，他看到我生气啊？为啥呀？怎么可能？牛叔说你看到他生气，我从来没有，他老说我在阴阳怪气他，但是我每次说的都不是他，看到没有？是黑粉，他每次都。对号入座，老子下单让美美偷的，我没说啊，我没说，我又没举报，我又没干嘛，那我就不知道，他本人自己说的，他吃的人说的，他们说有监控，不说的话就掉监控了，当然愿意搭，他自己愿意听，可是上位的公爵大人，哪个比本人吃龙虾本人说的，举报的我就不知道了，哪个举报的我就不知道了。我也不在 VIP 区，我不知道。那我就不知道了。你买了那么多山竹过来，你是冷哥呀，冷哥。别说没看见。你这个大尊姐，我怎么不认识你们冷哥？你这个社会弱肉强食，给你买的山竹你没吃到。我看那个桌子上面还有山竹的那个证据在那里丢着的，谁知道？就知道你下的单，我刚刚就送飞机了。谁知道？老嫂子举报的。还有吗？山竹的。还有，还有。你就来啊，你找啊。
对呀，冷牛啊，对呀，冷哥。你是我知道就行了，等回去的。你们的要求我们尽量去满足。啊，什么呀？是冷牛。漠北哥哥。冷什么来着？什么什么呀？漠北。哎，我怎么记得是冷牛啊？冷哥以前叫啥？那个 ID 地址不是 ID。啊？冷哥以前的 ID 叫什么？不告诉你。冷雪坟秦主牛，这是个直的，是吧？欢迎小店来了。以前你都叫我他这个搞什么东西啊？做什么？那冷哥，你想让我叫你冷叔叔，还是叫你冷妈妈？不是 VIP 的都吃完了没有？老扇子，水牛，什么东西啊？你们赶紧把桌子收拾，马上准备节目了。他妈的，不是值日生值日吗？兄弟，对呀、啊，不是值日生吗？关我们屁事！每个每天有值日的人，每天有值日的人，每天都要改规则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有值日看值日表。我操，牛姐看到到，你有毒吧，陈水牛？什么时候没看到你弹幕？气质这么卑微，我要拉屎了！哦。我总感觉你这期我欠了一下，怎么可能呢？哥，冷哥，冷叔叔，你去查。妈妈批，真没看到你弹幕。女孩子脆弱一点好，好吃就好。我操，巧克力拉丝了。你昨天不是跟我这样说的？不是，找他也拉丝了。你直接把巧克力给说拉丝了。怎么个回事啊？你这么牛逼吗？我拍的是珊珊，斗鱼珊珊。今天的全是 VIP， 所以今天的品，今天的品已经到位了。快点，老珊子。Yes， 太难了。咋哭了？别人今天打卫生的全是 VIP， 你什么办法？跟他斗起来。你说，你是个屁啊！顶他呀！骂他。真不是人，就是明明别人没弄干净，但是我每次都是我们收拾，而且刚好你来那天就是烂了。巧克力，你在要哭之前把他怼一顿，然后他把你怼哭了再说。确实。山山山山。床上都有烂纸，还有那个瓶子在那上面呢，都没人捡走。坏男人。所以啊，你应该每天去看的。没有。我那天去住，我就说他身上好脏。对呀，啥我还都没捡，我还拿直播跟他们说，然后他们就说吃完了还要回啥？有没有个卫生委员可以每天去看房间的 ？VIP 饭吃完了没有？吃完了。VIP 的话，今天值日的话，又不是我一个人住的。确实，气死了。咋哭的？坏死了！咋哭的？真的？谁哭了？啥说啥了？小哥你说啥了？小哥欺负他，让他去打扫卫生。没说什么呀，我他替他说话。我操，凭什么到我这里的话？我的之前他们丢的瓶子地上脏的要死，到我这我一个人把锅扛下来，我忍不了。今天不好意思啊，今天这礼拜二的话，打扫卫生全是 VIP 了啊，所以的话 VIP 没有特殊的啊。饭一串你 VIP 的饭吃完了没有？九九、咩咩、贝贝，搞哪里卫生？就是那个锅灰尘很重，非常地上非常感受好多蚊子，那床上也全是。现在饭吃珍贵的 VIP 饭吃完了吗？啊，请问一下。大可爱哭了两个小时都没有人安慰，我操！什么时候？大可爱说：“我操嘞，我他妈在那里哭了两个小时，你一天半晌都没事，没有一个姐妹给我送纸。”我操！你们要打扫吗？大可爱这么多微信，大可爱在直播间说的。不是，大可爱不在直播间。大概说我要做房产嘉宾嘛，要回来。我们两个一起过。他说了。去转一转。我要给你按太阳穴，我情绪平缓过来了。谁超级 VIP？ 现在饭完了。来呀。别人是超级 VIP。超级 VIP， 你吃完饭没有？谁超级 VIP？ 不知道啊。不久，昨天有超级 VIP 吗？没有。哪有超级 VIP 啊？谁呀？我跟你说，坐在这儿一起爽吗？很舒服的。这是新的哇！我在中了。爽不爽？这是新弄的凳子吗？要不你要帮我按一下呀？小白鸭大哥昨天去太支持了，花他妈两万，还以为怎么了呀？那其余 VIP 的话，你不要干活，其他人全干活。VIP 在干活今天。美美、梦仙、咩咩、弄疼你，贝贝。快！打扫卫生，快点！今天全 VIP， 你们必须不用。我操嘞！我酒吧大哥昨天收了没一两万，我操嘞！肯定是工具人打扫呀。
啥刷一两万？外币咋了呀？超级外币怎么了？没有，明天 VIP 的话再说。你晚饭吃完了没？真贵的 VIP。你眼睛不好，你出去睡太少了。不知道啊，昨天 VIP 里面有没有 VIP 的？咱们打。我跟你说，我要么不哭，我又哭两个小时。可以了，我靠，这个篮筐真的吗？大呀！我真的，叉叉哥要不要坐？要不要躺一下？你坐下腿呀？不是，我不坐下坐。傻逼，你篮筐放倒过来不是真的？喂，先生，先生，那个不，这个不，先生，再说一遍。把掉那个盆子里面，看那个泉水怎么还一身的白。我操，徒弟，你这留点。暂时要荡一下。留点屁股蛋子。要不然我就上面给你换了呀。不用，我就想躺在你怀里。换了一件。盖宝宝。盖牛宝。他之前那个也缝，那个都垂心了。什么东西？那个。蹲下就能看到。放在里面。不是，我是你蹲在下面你能看到，我在下面看不见了。你难受不？对了，你们要在网上买什么东西，跟鱼子说，鱼子告诉你地址，你想买什么衣服，买什么都可以，随时来，他可以帮你拿。是小音箱吗？听歌吗？可以放吗？你连了没？你连了没？你连了，你想听吗？这又是谁啊？这是。挺来挺就是这是王仔。嗨。就是这个应该是你带的。对。我终于舍得为你唱一首。我飘了，我躺一下不能躺啊！我怎么？是啊，我今天是牛宝的丫鬟。我怎么舒服怎么来啊，爽一下不行啊？我又不能爽一下嘛。我两年没爽了，爽一下不行。我第一次给别人吹头发，真的。你第一次给别人吹头发，我第一次躺在人家怀里面。我第一次躺女孩子怀里，到处央求，到处嘲讽。第一次给别人吹头发。那你要记住我喽，要深深的记住我，就得深深记住你。到处压折，到处逃跑。强，我看到这里有一杯可乐，丢了吗？这里。啊。买可乐。拿到吗？拿到其他地方去了吗？奇怪。我拿我的手机给你放球啊，不知道在哪。没事，没有就算了。啊。
牛叔啊！我操！两个懒的。王仔大声喊：“很牛，脚臭三声。”我给你开钻粉。行，他给你开是吧？你给我闭嘴！你为了钻粉，你为了钻粉这样喊我啊？不是给你吗？给你。啊！我脚臭，我脚臭，我脚臭。还有你喊我，谢谢我雪人哥的超级，我的脚比水牛脚臭，我的脚比水牛脚臭，我的脚比水牛脚臭。想我浪子，浪子，我浪子的话都好兄弟。哎，浪哥晚上都没在这吃饭。现在早点来给我搞个飞机呀！我脚哪里臭啊？香，你把那个脚叼去那个摄像头那儿给他们闻闻，不能被封啊，被扣分。是吗？雪人哥送超火了，真的，人家做 VIP 了，没出息。谁上 VIP 了？我脚不臭，我脚今天泡在水里面全都破皮了。你要这样叼起来闻，好痒啊！给他们闻一下。我脚今天泡在水里面全破皮了。你是熬破皮了，抓了？就自己破了，全都是破皮，有脚气。你们脚痒不痒？小心被我传染。痒不痒？我是被蚊子咬的痒，我一身的包，我还喷了驱蚊水。我把它紧了，就不稳了吗？去外面泡脚啊，那些都很容易传的。你小心点，你会不会今晚脚比较痒？你脚好痒啊，要抠一下。你怕点啊？我以为你直接直播间里抠脚。喂，你闻一下，看我脚臭吧。闻是吧？嗯。真不臭，实话，骗你们。我第一次这样闻别人的脚，实话，真不臭。真的臭，我已经受呕了。那个那天我跟牛姐就是打那个拳击套，妈呀，那个里面那个脚真的，我感觉一个男人十年的洗袜子的脚都没这么臭。说你脚臭还扣起来，他闻了，他说不臭，真闻了。什么臭？脚香了，你要不要闻闻？他的脚能天天穿那个水鞋能香？真香，你闻，你闻了。你看他没闻，他知道我脚臭。一股榴莲味儿。哎，他知道我天天穿水鞋，肯定会脚臭。不想穿不？王仔看到水牛这么胖，咋我胖吗？他问你，他说你看到我这么胖？没，我刚开始我都信誓旦旦说跟你去打呢，我真不知道。结果你的名声真的传的，你知道吗？大家都说我，是真敢呀。当时的奖励是奔着 VIP 去的，赢了你就有 VIP。这个直接被你安排到了，你早说啊，早说我就让了。没有，我才错这一万。哥哥说再粉三个月喊不喊？真的吗？三个月干嘛？喊水牛脚臭，水牛大声喊水牛脚臭，水牛脚臭，是不是？牛姐怎么说？分你一半。那么这样吧，那不是我跟牛姐一人那个吗？是不？你看牛姐也要做出牺牲的，对吧？那你就这样呗。喂，怎么回事啊，牛叔？牛姐两个月，我一个月。我爆炸了，我走人了，我跑了，我跑了。我拿一个月。不是太怂了，能喊。但是你看，不能，这是不是我占牛姐便宜了吗？是吧，家人们？我拿一个月，牛姐拿俩月，怎么说能有商量余地不？可以吗，家人们？这样可以。这格局不大吗？格局以后不给牛姐打卡，给你打卡。所以我说我拿一个月嘛，啊、牛姐两个月嘛。这是王仔。他俩坐一起可以啊。我今天是小牛，我今天是牛宝的丫鬟。他说站在中间大喊三声，三个月全是你的。不要，我和牛姐一人一半可以吗？这不可能便宜白占呀，是吧？我趴下了。那我去了，可以是吧？去哪儿？他没说可以。啊，没有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再见，他说。怎么再见呀？哎、真是的。你三个月专门你再开都是开，对不对？是啊，你给谁开不是开，是吧？我一个，他两个，行吗？啊。
不行，牛姐两个我一个，可以吗？不然你看牛姐出柜呀、啊，是吧？而且我跟你我吼师生，不爽。我吼师生怎么说？真师生不是怂，怎么会是怂呢？彪子，超级 VIP。你牛姐对呀，不是这样的吗？不缺钻粉。那这样行不、啊？我拿一月给牛姐刷俩飞机，怎么说？牛姐也要做出牺牲是吧？你拿两飞机，请问你能赚多少？还给我送两飞机，你傻不傻？啊？不是，我们打个商量呀。那牛姐怎么样呢？是火，都是我的。不是，那牛姐怎么个事儿呢？你就等着牛姐哭呗。那牛姐哭了怎么办呀？名声败坏了。对呀、啊，牛姐名声败坏了。没脸见人了。对呀、啊，那咋办呀？把我脸按牛姐脸上呗。是这么个事儿不？我只是这。怎么说？会打赤脚，去吼就是为你的大哥开玩笑，什么意思？他们别的小姐姐扎了出血了，你心里难不难受？用我妹的话，你丫哪有定静？那怎么说牛姐？要不然这样吧，我伺候牛姐两天吧，我去喊啊。你要不要我活了？这么多人，有男有女的。打赤脚又扎了脚。哎呀，这怎么办、啊？这里几十个人，几十万人在这儿呢，你怎么回事啊？这一百多个人呢，怎么说、啊，家人们，这有牺牲啊，是吧？你全揍你了，等牛姐揍我怎么办？我今天打脸呢，今天是要帮牛姐当丫鬟的人呢，丫鬟叛变小姐了，牛姐脚臭，牛姐脚臭。牛姐脚臭，你说什么呢？听到了，传下去，牛姐脚臭。我记住你了，我记住你了。昨天还说，今天为了鱼翅把我卖了。我卖，我的脚比牛姐更臭。你今天为了鱼翅把我卖了，我记住你了。卖一个好东西，我记住了。走，让我冷静一下，滚。走啊！我今天走，有多远滚，滚，烦人！没错，我不行，我今天黏着你，滚！我今天是贴身小跟班，贴。走。实话，家人们，我脚比牛姐更臭。怎么回事？居然把我给……不，我刚刚真闻了，不骗你们。刚刚牛姐把袜子脱下来，我给牛姐。牛姐脚臭，能不能不要在这个垫上硬蹭过来蹭过去？别人坐不坐啊？没呢，香得很。真的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真的？我亲测亲闻。要不要闻闻啊？我闻不了一点。嗯，闻不了一点。就非给他闻，牛来给我闻。我闻不了一点。你怎么过来了？我闻不了。哎，滚呐、啊！你不是闻着我脚来的吗？来啊！滚啊！来啊！滚！闻呐、啊！离我远点啊！黏死你！黑暗也过去了，再黏你。叫你黏我。我等牛给打完。在那上面，能把桌子拼过来。害怕。把那桌子拼过来。还有几个？几个掉好，上面的，就是那上面的。我头好痛，好恐怖啊！谁过来？哎呀！今天不知道够不够。干两个吧，今天。好累死了，累了是吧？你吹，真不是人。不是，说实话，实话是真想虐你。什么？我真闻过那些触角，闻过。之前在健身房的时候，牛姐脚是真想，我第一次这样闻别人的脚，男人的脚我都不闻。我妈的脚我都没闻过。我是小黑子，我是牛宝的小黑粉。彪子。说好的粉呢？等一下我去你那开一个。不用给我开，怎么啦？没事。你是鼻子拢了，谁呀？我吗？你鼻子拢了？你觉得我拢了吗？
好大龙。他说你鼻子聋了，这是我房间的小鸭子，他说是那个聋。他说你耳聋吗？别吹，我肚子疼。他的蓝牙的话，水滴了，再把它算一下。怎么老是学我说话呀？不管，我不上厕所。我没听到要蓝牙已连接。妈的，我感觉我好掉。你要上厕所吗？啊，我去上厕所去吧。好疼啊！等要我给你擦屁股不？我真服了你了！今天我说的挺到位，你知道吗？我真服了你了！穿得进吗？你帮我看一下啊。好，你的自己直播间管着呀。我去拿我手机过来。哎呦，刚刚是哪个哥哥说的帮我开的呀？我真怕。刚刚是哪个哥哥说帮我的？晚上打房给你开还是现在开？打房上。蓝牙已断开。蓝牙已断开。到不到位你就说，我都说我去帮他擦屁股去了。蓝牙已连接。我他冷叔叔，等打房的时候冷叔叔帮我上一上呗。我不想这被窝。晚上打房的时候，我是我仔，我帮牛姐看到他的直播间。蚊子咬死我了。晚上的时候现在去打蚂蚁了，在拉屎还是在打蚂蚁？我今天就是接到了，你知道吧，命哥让我好好照顾牛姐一天的，我没拍马屁。我这个人不喜欢拍马屁，我说话很实诚的。我说话很实诚的，真的，就是我不喜欢就是故意就怕别人说。打不过两个擂台大哥，真打不过。他锁脖，他锁脖的时候我要窒息了，真窒息了。要呀，就是他让我给牛姐就是当一天的就是小丫鬟的，叫我小王丫鬟。我大方的有人在这边，欢迎你们哥哥来到直播间，欢迎你们直播间的哥哥们。为啥？怎么说我照顾的到位吗？我手机在这儿好像。真的？嗯。看看这样子的文物啊。像手指压扁成，欢迎鲍山刘先生，我等一下走了，一定拿来。为啥呀？你们这是看刺激环节吗？
梦给不变在这里，我的青春黑心感觉好开心，我怎么能这个表情送不了呢？真诚没有人比我太好了，我不要伤害他，宁愿我就伤害别人。好，谢谢，必须给主持人说一句话。行，我都真感谢感谢。那不是冷哥吧？谢谢你牛了是吧？谢谢谢谢，听风的在。刚刚听的我的蓝牙已断开，蓝牙已连接。就是晚上偷偷哭哭一俩小时的那种，他也不容易。我觉得他也不容易。欢迎新进直播。